我在这儿在车里面一个人坐着呢，然后今天还没吃饭，这个大哥路过了给我，人家问我有没有吃饭，车上有馕还有鸡蛋。坐坐后面，这像同事给他，感觉特别特别的感动。他们是两个大车一起的吧？我有两个就行了，我不喝红牛。谢谢。我这不用这么多。馕吃一下，可以这个馕，来把那个东西，这个馕带上。我不用，我拖车马上就到了。没，你拿上。拿一片就行了，我没有拿。拖车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了。这个小吃东西拿上。不用了，我这个够了。小吃的要不然那个袋子按也不能按了，按了好，那几个算的放在这儿。我小子，我这个袋子里多放一下。别，我抓一把就行了。那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够了，真的够了，我不客气的，我拖车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了。谢谢。我刚才真的很，我刚才看了过去看嘛，也不好意思我过去。刚才我们兄弟说了，这个车里都我想的一个女的。我昨天从西宁过来，昨天晚上这个路上特别特别大的沙尘暴。你一个人过来了吗？嗯。这个人好的，没事去。嗯嗯。人到那就可以方便通行了。谢谢。多一点那个比较好一点。够了，我这里一包的。哎呀。行，好的，好，我们走了啊。好，我们嗯，这个馕带上，那司机来时也直接吹哈。不用了，够了。今天出了那个事情，特别郁闷呢。我到现在11-12点了，我都没有吃东西。然后人家给我这个馕，看起来好好吃啊。洋葱芝麻馕，还有鸡蛋和红牛。在这两位司机师傅之前，还有两位维族同胞也是过来，他看到我这个牌照是新疆的嘛，然后人家也特别好心，也是问我吃饭了没有，怎么样。我可能我在这边待一天，我都被头喂饱了。好吧，因为有这些温暖，我没有那么想哭了。说着说着又想哭了。现在拖车师傅离我可能还有50-60公里了。哎，还有一个多小时。我眼睛都哭肿了。小伙伴们，这个鸡蛋好香啊。就是我刚刚不小心吃了一块鸡蛋壳，然后有点咸，应该是用盐水煮的，所以这么好吃。